今夜锯断窗栏杆，朝窗外学三声布谷鸟叫，有人接应。大刘，停在这儿行吗？可以。兄弟干这事儿可头一回啊。猴子，别紧张，别害怕啊，什么事儿听我的就行了。那咱俩人够吗？人多了还挡害呢。那咱要是往外提他，那他大喊大叫咋整？有办法，到时候就说姓魏的，你的案子大头妈要审一审，行吧？那然后呢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那个姓魏的。哎呀，看啥，这铁门铁窗子锁得严严实实的，他能飞了？兔子，我说你啥好呢，以后要记住，越是觉得不可能出事的时候，越有可能出事，长点脑子。监狱接应的人可靠吗？可靠，多少年的内线了。刘长官，还没开灯呢，把灯开。魏德民，闭着眼想啥呢？想你呢，进来啊，咱们俩再聊会儿。那不行，我要进去我得带个人，要不然的话你不得把我鼻子咬掉了。那你就带着你的帮手进来吧。别着急，一会儿就来了，我呢还有点酒没喝完啊，老实待着，好戏不怕晚。能咋样？傻瓜一个，等死呗。哎，我刚才讲哪儿了？啊，讲怎么去提那个姓魏的。老哥接着教你。
不会出啥事儿吧？是啊，都快十一点了。我们把他带到旁边，看见了吗？就拿这个照我行为的号码朝我哐击一下，他就应声倒下，大头朝下就栽到坑里了。那然后呢？然后就是你的事儿了，你把白天挖出来的土再填回去不就得了吗？嗯，杀个人还有这么多学问？兔子，你跟我老邱好好学着点吧，不用两年你就成熟了。那咱现在就提他去。哎呦，在监狱里杀人那得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懂吧？兔子，醒醒！兔子，嗯，醒醒，醒，嗯，醒醒，干活去，嗯，走。案子还不能大洗啊，上面有头目要审你。谢谢天好大姐吧，要是没有她送几条啊，我们这帮人也是白搭。天好，你到底是加入了，还不是你给介绍的？你拿得准吗？栏杆是锯条拉断的，锯条谁送的？下午只有周和光和俺家那个死娘们去了，周和光不可能，肯定是那个死娘们。那娘们能承认吗？她不承认。我就给他来个开水吹人皮，过分了吧？他可是你老婆，老婆咋的？老婆也得可着党国的利益。行啊，老邱，你这也算得上毁家纾难。处长，啥意思？我没听明白。九山，分散自己的家产，解救国难。处长。净拿我开心，我哪有啥家产呀、啊？你连老婆都舍上了，不比家产更贵重吗？是啊，我心里也很难受呀、啊。飞了，还要飞，还要飞，还要飞就飞。
飞，还要飞，飞飞飞，飞的娘都晕了，哎，娘都转晕了。娘，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？大儿，等你长大了，你就知道娘为什么高兴了。好了，睡觉吧。娘，谁呀？我，开门。你来干啥？我想到了，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我想看看他。到睡了，明天吧。娘，和谁说话呢？我听见到说话了，赶紧开门吧。你到底想干啥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想大了，来看看他。大儿，看吧，俺在这儿。哎呀，孩子，你可想死我了。你娘今天晚上出去了没有？干你啥事儿啊？说，你娘出去了没有？出去了。哼，她干什么去了？去收白天晾的衣服去了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一转身就回来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就跟阿仔这玩了。你问孩子这些事儿干啥？你到底想干啥？不是我要干啥，是一位长官对你感兴趣。你给我出去！别发火呀！我给你引荐一个人。请吧。裘夫人，不认识我吧？鄙人是老裘的同事，有点事儿想找你商量商量，请吧。车就在外面停了。这是哪一部分弟兄啊？嘿嘿，撤退，没长眼睛啊？我介绍一下啊，这是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督察处的林处长，哎。林处长，这是东北军的老旅长王一婷，王老先生。王老先生，久仰久仰，深更半夜的，不知道兄弟们有何公干呢？林处长找天豪有话说。好啊，说吧。老先生，人家林处长找我谈话是要出去的，这不，车在外头等着呢。还是在这儿说吧，让我也听听，也好长点见识。王老先生，这恐怕不行，有些事情在这儿说不方便。在这儿说不方便，那就是说得把人带走了。就你聪明，那还不如抓人吗？老先生，这明摆着的就是要抓人。去去去去！哎呀妈呀，这是出啥事儿了？院里这两些国军是抓共产党吗？那饭馆老板娘像共产党吗？深更半夜的抓个女人什么事儿啊？人家还带个孩子呢，你们就没有妻子儿女吗？各位长官，他婶儿可不像共产党。共产党有特殊模样吗？哎，共产党都大耳朵，没有小耳朵的。我们老家村里那共产党都大耳朵。去，滚滚滚一边去。夫人，夫人。林处长，你抓我总得有个理由吧？有个重要的犯人跑了，想问问你能不能帮我们找到他。这事儿就怪了，这犯人是你们的人看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怎么能找得到呢？说白了就是魏德明跑了。小点声，吓着孩子。你爹咋这样？你爹这样吗？他敢，俺娘能骂死他。这事是怪了啊，魏德民跑了，跟宋天豪有什么关系啊？宋天豪今天下午去探望魏德民了。是，
我去看过，怎么了？你给他送锯条，他拉断了栏杆跑了。有证据吗？证据吗？自然有。林处长，既然有证据，那就拿出来给我看看。这不请你过去吗？我们一块儿走。屁话！没有证据就敢随便抓人，这从古到今还没有这个道理吧？啊，就是就是，那你们怎么会有这种事儿？会有这种事儿啊？这不可能啊！王老先生，请你不要妨碍公务，我也请你不要妨碍我的私务。这是我的闺女，这是我的外孙，你明白吗？王老先生，您别胡闹，人家天好自己有爹。呸！你还敢提宋天好他爹？他爹就是死在你手上了。我告诉你，从去年我遇到了宋天好，我请他进这个院子，我就认他这个闺女了，我的干闺女。等等。要抓宋天好，带我一块儿去。王老先生，在下可没有那个意思。那我告诉您，我老了，我吃个饭，喝个水，换洗个衣服，打扫个房间，都是我闺女宋天好伺候。现在你把她抓走了，让我怎么活？干脆你把我一块儿带走得了。来，退回去。我还真不信。喂，王老先生，不要这样，咱有话好说。回去吧，都回去吧，别等着我这个弟兄手指头在打颤呢。别，王老先生，千万别让他手打颤颤。别，走吧，瞅什么？老先生，小小伙儿，改日了，会有人来找你的。好啊，我正想找个人说话呢。你告诉你们杜长官、杜一鸣，我王一婷在家候着他呢。大儿，大儿，过两天爹带你去玩。你呀，没个爹样。早听说这个王一婷虎性。我真不好惹，你那娘们儿真是他干闺女吗？有可能，东北军的人重义气，早年王一婷就是得意天让他爹的。奶奶的，真有点麻烦。这有啥麻烦？王一婷不是叫号吗？咱就报告杜长官。你懂个屁！来到关外，就连杜长官也得让东北军那些老人三分，何况咱们只是怀疑，没有证据。要是抓住天浩那个死娘们就好了，我给他来个开水烫人皮，保管让他把祖宗八辈都交代出来。他妈不废话，你人不没抓到手？处长，不能饶那个死娘们，于公于私，我都得宰了他。我也正想折呢，林某人还从没经历过这样的事，想抓的人抓不到手。爷爷，哎呀，豆儿啊！爷爷，那个相面呢？怎么像背心法一样，一会儿相面，一会儿关在大牢里，一会儿又戴一个大盖帽来了？今晚还要抓俺娘。哎呦，道说的真好。爷爷活了这么大年纪了，见过不少人啊，
要说坏，没有比他再坏的；要说奸的，没有比他再奸的了。他名分上是你爹，可道不许你跟他学啊，懂吗？俺懂，俺的名字就叫正道。对，多好的孩子，坐吧。嗯，老人家，从明天起我就得改口了，叫您干爹。哎呦，那好啊！只要你不嫌弃我，我高兴有你这个干闺女。来，坐。大儿，给爷磕头。不对，应该叫老爷吧？对了，叫老爷。我可不敢要邱春海那个干儿子。来，给老爷磕头。哎，老爷在上，大孙磕头了。哎呦，好好好，哎呦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呦呦呦，呦呦呦呦，呦，来，来拿着哦。谢谢老爷。哎，李赵，李赵，来来来来来，来领孩子出去玩去。嗯，走吧。您瞧他，还挺会论辈分的。你没看到？他有多精明强干的娘啊！干爹，看您说的。干爹，嗯，杜玉明要真的来了怎么办？他是真的来了，那我就平平静静的接待他。不过这个人，抗战的时候我在重庆跟他打过交道，嗯，还算是知情知理呀。他绝不会干那些没有证据就抓人的事情。倒是那个邱春海，你还得提防点啊，他不会死心的，而且诡计多端啊。我还觉得咱们跟他这么硬碰硬的来总不是办法啊。干爹，那您说怎么办？哎呀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这条疯狗，妈了个巴子的，我让他给缠上了。那当年少帅命令我去抓老蒋，我都没打过一个喷吧。你说这个人，老蒋，蒋介石，蒋总裁，蒋委员长，那是西安事变吧？嗯，当年老蒋不抗日，还逼着东北军去打共产党。嗯，少帅下令兵谏，就派我带着部队包围了华清池，我和那个小赵，妈了个巴子，三枪两枪就把老蒋给活捉了。要是没有共产党从中调解，老蒋早他妈就没命了。这十多年过去了，国民党共产党到底还是没坐到一块儿啊。闺女，这回总该分个输赢了吧？干爹，那您判谁赢呢？这么精明个闺女，竟问傻话！我，闺女判谁赢，干爹就判谁赢。林兄，你让我查的我都查过了，那天晚上值班的人都在岗上，什么也没有听见，那两根锯条也没查到任何线索。今天找你来不是因为魏德明逃跑的事儿，是你的职务有变动了。不会是因为魏德明逃跑了又要处分我吧？你只说对了一半，上面要处分你，不光是魏德明逃跑的事儿。那还有什么事儿？还记得你查那石车壁钢材吗？记得，这事儿你清楚啊。那哪是沈阳警备区司令部的一个小参谋的事儿啊，后面还有的人呢。还有人？谁啊？名字就不说了吧，说出来吓你一跳。他是蒋总裁身边的红人，东北的军政要人，这次你捅了马蜂窝了。
兄弟明白了，我是挡了别人的财路了，所以才处分我。是啊，他们给你扣了一顶亲共的帽子，要抓你。抓我？我办这些事儿全是按照国家法律和治安条例办的，凭什么抓我？行了行了，就别较真了，要不是我为你说了无数的好话，这才免去抓你这一条。但是处分还是要处分的，叫你离职休息。不就是不干这个副局长了吗？周老弟，想开点吧。兵家胜败事不期，包修忍辱是男儿，江东子弟多才俊，卷土重来未可知。记住故人这首诗吧，这两年也够累的了，回去休息休息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哼，好事儿，太好的事儿。吃私贪污的人可以横行无阻，还可以高官得坐啊，秉公执法的人寸步难行，还成了罪人。好事啊，这是咱们党国可以庆幸的好事。周老弟，此言过激了。还记得年轻的时候，你凡事都要分出个是非里表来，可是我们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无知的少年了，摸摸自己的下巴，一大堆胡茬了。凡事想开点，该忍就得忍，看不惯的要学会看得惯，忍不下去要学会忍下去，这样你才能适应现在的社会，才能逐渐的成熟起来，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。你说我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哎呀，妙论啊，兄弟无言以对，告辞了。哎，我说瘦子，哎，这几天没战报了啊？没战报，有没有战报有啥用啊？天天说车里好听吗？再说了，谁家愿意说重庆的事啊？那可不对，也许这几天啊还消停了，没仗打呗。谁说没仗打呀？长春那边都要打到城里去了。长春啊？谁说的呀？我听人说的。你这消息够灵通的了你。喝点酒我就倒了霉了，怎么弄？谁啊？是我，橙子。啥事？让老驴子赶快跑，团长要宰了他。为啥呀？我也不知道，他正喝酒呢，也不知道咋的了，就要宰了老驴子，带人正往这边来呢。老驴子，你赶快跑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我走了。妈的，你怎么惹成糊涂的？因为贪污军饷的事儿吧。今天拍天就朝我撂了一句，你小子嘴挺长啊。当时我没反过腔来。干啥？干啥？你要干啥？他不是要宰了我吗？我他妈先崩了他！你是不是喝多了没睡醒啊？你跟他较什么劲？你现在赶紧跑！往哪儿跑啊？让闺女抓住也是死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这是你说的。跑，走，快跑！我打，走。兄弟，没跟你出够，保重，哥哥。你保重。谁呀？这是把灯给我关上！老驴子啊，连团长都不认识了。哎呦，哎呀呀呀，胡队长，老驴子呢？老驴子，这不就……哎，刚才这王八蛋还在这打呼噜呢，上厕所去了，可能是。咋了这是？这王八蛋嘴挺长啊！站长，厕所没人。给我搜，他跑不远。是，走。
犯啥事儿了？你没听到他说我什么吗？听见了，有一回他喝多了，说你贪污军饷，运回老家买黄金去了。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不是你信他说的话呀？哪回这王八蛋喝多了以后不胡说八道的？谁拿他话当真了？他胡说八道传得满城风雨，害得我下午被军法处找去问他话了。哎呦，不是你平常对他不薄啊？要不他想宰了这王八蛋。哥，你消一会儿，好歹都是自己弟兄了，你就饶他一条命。他就那张嘴不好。不行，我非宰了他不可，指不定哪一天这个王八蛋都能说我是共产党。不是，你也不像共产党啊。哥，哥，干啥呢？这还不走了？啊？听见没？这是唱什么呢？啊，快上学校死人了，司令调。这声音挺怪的，我在苏联的时候上过声乐课。那你这是好好研究音乐吧啊！哎，孙院长，你没听出来？就是上次跟咱对歌那小子。哪个小子呀？忘了，就是跟国民党军对歌山上那回。真是有点像。行，麻烦您问一下刚才唱辞令调那人呢？他好了，他那个。哎，谢谢啊。想变成包袱杆子呀？啊！宋天星，我跟你对面了，我啊！好你个老驴子！哎，你敢！呀！哼！不许动！谁？别开枪！宋天星想抓活的似的，想得美！啊！啊！谁呀？老林子，快包扎！他奶奶的，真不想活了。这老小子真把自个儿当英雄了，快点儿啊！别动，你给我躲远点。
老驴子，我就问你一件事儿，虎子呢？还没死。那他胸口那伤呢？早好了。你跑这来干啥来了？化妆侦查。你崩我吧。能的，要崩早崩你了。你不是放过我一回吗？就你这样还化妆侦查呢，当逃兵了吧？那不可能。不可能，那瞅那脸儿黄了跟蜡黄纸似的，几天没吃饭了？我天天吃，顿顿吃。老小子嘴还够硬。那自个儿整顿饭吃吧。哎，你们这就走了？咋的，还陪你吃啊？吐完了？没吐。哼，这个俘虏不要了？放心吧，自个儿会送上门的。走。共军真他娘的怪啊，你送上门来你不要啊？报告。进。营长，嗯，外面有个老乡要见你，但是我看不像是个老乡。哼，再进来吧。是，进来吧。哎，哎，终于现身了。太二姐，你咋知道我要来？别二姐三姐的，这人民军队啊。下去吧。说吧，这跟了我们大半天了，到底想干啥呀？胡子太二姐，别二姐三姐的。啊，是，那长官，别给我整你的国军那一套啊！那我叫宋营长。宋营长，我想加入咱们队伍。啥玩意儿？真的，我真是想加入咱们队伍。咋的了？当逃兵了？没有。这国军不是吃得好，穿得好，那装备也好，那钞票不是发大把大把的吗？这事儿啊，它坏就坏在钞票上了。我们那团长吧，他贪污军饷，我把这事给他捅出去了。哦，他要宰了我，这我不跑不行啊。是不行。行了吧，你就跟我说实话吧。嗯，为啥想加入我们部队啊？今天你们不是把我抓住了吗？这又把我放了，仁义啊，这是第一条。第二条，我爱听咱们队伍上唱那首歌。啥歌呀？我们这歌多了。就是那首向前向前，我们的什么队伍像太阳那首歌，那唱的老带劲了，唱的心里都豁亮啊。还有一条吧？没有，我今天跟了大半天，就这么两条。这不用东躲西藏的，还能吃饱饭，这也算一条吧？嗯？对，对对对，这好几天没吃饭了，就今天中午吃了一顿饱饭。哎，这不是还是你给我的钱呀？行，你看这样吧。嗯。现在我们炊事班干着咋样？啊，当伙夫啊？咋的，委屈你了？哎，那倒不是，我吧，放枪打仗这最拿手。行了，别吹了，先干着吧啊！哎，
走，我带你去报道。咋的？肿两口？整不了，整不了。伤口咋样了？伤口这也不能怨谁，这又怨自己呗。生。